罗马书九章五节说，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。阿们。基督就是神，他乃是创造的主，是这宇宙的主宰，是宇宙独一的真神。基督就是神的本身，基督就是神，偶像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神。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下半说，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也晓得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基督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说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。全宇宙中唯一的福分就是神自己，他是我们真实的祝福，是我们的份，有他做福分是何等的祝福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就得以享受神的一切，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的权利。